梁王宝忏呢，总共有十卷，有四十个主题。第一卷里面呢，讲了皈依、断疑、忏悔。第二卷呢，他会讲发菩提心、发愿和发回向心。第三卷呢，和很长很长的，只有一个主题，就是显果报。他甚至会延续到第四卷。啊，那显果报就是说佛告诉我们，我们的所作所为会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果报。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要皈依三宝呢？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什么能力，我们要借助三宝的那个慈悲力。我们念到佛有好多好多的力可以帮助我们消我们的烦恼，帮助我们解我们的苦厄啊。只要我们相信，你看我们学佛信是最重要的啊！佛法大海，唯信能入，这个信心真的是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呢，佛会告诉我们怎样去断疑，我们要相信佛菩萨的能力，我们要相信佛法身的功德力，我们更要相信因果，相信业力。我们今天的你所得到的人生，你所处在的环境，你所面对的一切问题，顺境逆境都是自己招感而来的。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自作自受，不要怨天尤人。所以呢，佛呢，我们这些众生到现在为止还不能成佛，因为我们执着，我们分别，我们妄想颠倒。所以呢，佛告诉我们要断疑之后，我们要忏悔，忏悔我们的不平等心，忏悔我们的那种执着，执着我们自己的见解、执着不能够随喜。然后我们要忏悔我们的什么呢？忏悔我们的一切的那个妄想颠倒啊！我们以为为什么这个人做无恶不作，今世过得这么好？我们要知道因果啊，要知道，而且要相信三世的因果啊。这些我们在上课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第三卷 ，OK， 我们为什么要来拜忏？梁王宝忏是一个忏王啊，里面从《法华经》《华严经》《楞伽经》那个三千佛号里面拿出了1275个佛号。让我们重复的去拜，你拜完了整本梁皇宝忏，你就礼了2000多位佛，啊，借助这2000多位佛的功德力，让我们来消业、灾、消福子。我们的很多的不顺，就是因为我们太多的有缘众生，讲得难听一点，我们的冤亲债主来阻扰着我们，所以我们今生的一切的不顺，一切的不如意。都是因为我们过去是结下了太多的冤亲，所以呢，接下来的第五件、第六件，我们会让我们这些冤亲债主戒烟世界啊。所以梁皇除了能够让我们超度我们过去世的父母啊，一切的冤亲有缘众生，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得益不浅啊，那个灾消了，福就止了哈。为什么我们要拜忏？就是我们做了太多的恶业，我们不需要忏悔所做的善业，我们忏悔呢都是所做的恶业，忏悔了恶业啊，我们造了很多的恶业，我们堕在三恶道。三恶道我们知道，地狱道、鬼道和畜生道都是暗暗的啊。所以呢，在这个第三卷里面，我们供什么呢？我们会供灯，灯给我们光明。在佛法里面，灯光明也代表智慧。我们有了智慧啊，守戒清净，有了智慧啊，就能够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问题、人、事物，在我们这一生里面就会走得很顺。在这个站里面，大家请翻开第206页，灯黄耀，这个灯很亮，银黄列宝台，在这些佛座上面我们排得整整齐齐，很亮，光明遍照周沙界。这个沙界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尘土啊，好像沙这么多的法界啊。
这些灯啊，尤其是佛的光明，佛菩萨的光明，佛菩萨是的心是平等的，没有说我照你，我不照他，平等的一照出来，每一个角落都会照得到啊。昏居狼要即无碍，在这昏暗的居就是这个街道，昏暗的街道，佛的光明都照到，没有障碍的，全部都照到，清一清二楚啊。阎王瞻礼紫金台，连这个阎罗王啊都要来瞻仰紫金台，就是说佛菩萨所做的那个莲台，好像紫金，紫金呢就是说金里面最宝贵的一种金，最高贵的哈。我们会看到这个燃灯佛成道成受人天拜啊，燃灯佛大家很熟悉，燃灯佛就是受记释迦牟尼佛会成佛的燃灯佛。燃灯佛本身呢，以前呢是一个比丘，他生生世世很多次都是出家人，他做了很多供灯的功德啊。在这个他成佛之前呢，他一直都是出家人，然后一直在做着同样的功德。他知道有一次他遇到这个能作光明如来，就受记他说：“你将来能够成佛。”号燃灯佛，其实他之间还有很多故事的。所以因为他这么多事以来啊，我们要成佛不容易，你就至少要三大阿僧集结嘛。这么多事以来他曾经做人在人道，也曾经在天人道，所以他介绍这一句说，这个燃灯佛成道之前啊，成就人天拜啊，曾经受着我们 人道或者是天，因为他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人会去拜嘛，拜天嘛，然后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赞的来由。我们这个这个里面龙王宝忏，它每一卷它有不同的那个内容啊。在这个初忏入忏里面，就是我们来拜经之前，我们有可能很匆匆忙忙，心还没有定下来。在这个入忏里面呢，它会告诉我们，让我们先心先定下来，然后才进入内容。这个入忏里面呢，它有五个功德的哈。第一，他会先赞叹佛的功德，三期果满，佛用三大阿僧祇劫来修行，他的佛果得到了圆满了，现出四支幽檀，这个幽檀是很难才能够看到的花，小小的，很香的，据说有佛出世它才会开花，三千年，至少三千年一次。三类化身，佛的功德，佛有法身，有报身，有化身。这个他的化身有 三种，一种是他悟道成佛的时候，他以一千丈这么大的那个报身来为地上菩萨说法，在华严经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一千丈，一丈呢大概有八九尺，一千丈，你们想象那个佛身有多大啊？第二类化身呢，它是以丈六的身，就是十多尺的身，为我们这些凡夫和二乘人，就是声闻缘觉说法。它第三类化身呢，就是随机化身，你需要以什么的身受度，他就以什么样的身来度你，化什么身，他甚至可以化为牛啊、羊啊、马那些来度啊，因为在畜生道嘛。所以他说佛呢三类化身，演难施之教法来表演。老师时常说我们现在也是在演着我们的人生，佛也是好像来演出他的那种教法。三车诱引，用三种佛法来教导我们，就是大中和小乘。这个三车是一个故事的，就是有羊车、鹿车和牛车的，这个故事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哈。经济于三界寒灵，这个三界就是欲界、色界和无色界，这三界里面的寒灵就是有情众生、有灵识的众生。三观成名，用这个空假中三个观，我们呢佛开始跟我们说一切都是有的，然后他怕我们会执着，到后来就要我们修空，修了空又怕我们什么都空的，所以呢佛在有和空之间呢就走中道，也让我们在有中要知道空性，在空中要知道这一切东西我们是靠这些有相的一切人事物来修的。然后另外一个解释是说，佛也不要我们太极端，不要以苦行来修，也不要太安逸的，我们要走中道啊。这个就是佛所谓的三观。
这个佛的三观都很澄明，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常常向三界内，他以这个三观向我们这个三界的众生来说法，逆行顺行无非佛事，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度我们这些众生的佛事，举足下足佛的一脚步一脚印都是道场，道场的意思就是我们修行的地方，我们自己的心也是一个道场，我们的心要是直的心，我们说直心是道场，只要你的心是正的，时常充满着正念、啊、你的心就是一个道场。老师时常说我们做人要先修心，我们的心就是一个道场。唯愿大觉坚持单纯，我们希望佛、啊、大觉就是佛坚持单纯，来证明我们这些少少的这个诚恳上来求忏，我们众等起见这个梁皇这个慈悲道场，现在第三卷了、啊、接下来是讲怎么庄严我们的道场哈。我们啊勤乔勤作礼，大家都 很勤劳的在礼拜，恳切投诚观想慈容，观想佛菩萨的容貌，称扬节号，一直在唱着佛的圣号，我们奉上很相继之珍馐，这是很好的食物，献名言之花果，奉献贡献啊、供奉很多 很美的花 很好吃的果，望佛以垂直，希望佛放、给他的慈悲赦多生之罪垢，来让我们就是很多生以来所造下的这些罪能够赦罪，原谅我们所造的这些罪垢，千念求忏众的，我们自从无始以来，这边第三个内容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发怒，我们入忏的时候，我们要说出来我们过去所造的什么恶业。自从无始以来，至于今生，我们的三毒迷心，贪嗔痴三毒，造三有生成之枯木。这个三也就是三界，就是我们在这个三界里面一直轮回。生呢，就是你去到三三道；成呢，就是你下了三恶道。三空未悟，就是刚才说的人空法空，我们一直执着我们这个身体是有的，我们很执着，我们要修到无我，这个身体是五蕴四大合合假合而成的，终归会磨灭的，不要这样执着、啊、法空就是要了解一切法也是因缘合合而成的、啊、它是空性的，不要这样执着。然后呢，第三个空呢，就是你了解了人空法空之后，我们就不要去执着那个空空空，连那个所谓的人空法空那个空你也要空掉，就走中道就对了哈。我们没有了解，我们没有得到这种三空，还没有悟，我们就做了很多去这个三途苦去的因，做了这个三恶道的那个因，起三惑心，这个三惑呢就是我们的贪嗔痴啦，再仔细的讲一点，就是我们的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啊、然后我们这个三业迷生，三业是什么呢？身口意三业，身三口是意三所造下来的业，沉沉各爱昧三修习，昧是不明白，没有去修这个三修习。所谓这个叫三种修行呢，是我们修什么呢？我们这些凡夫，我们要去观无常，要观苦，要观无我。在佛菩萨来说呢，这个好的这个三种修行呢，是让我们得到常乐和我，我是自主的意思、啊、这个三业还没有消，我们念念攀缘、啊、每一念我们这个六根、啊、都是在攀的这个外层，这个六层如常做欠，好像那个鹅、啊、我们去那个去中国去那个丝的厂那边看到呢，吐丝把自己缠起来、啊、自取缠缚，我们自己很多烦恼来困着我们自己，自找的、啊、自己要解。那佛在这个《阿含经》里面有问他的弟子，一个戒、啊、我们用一条绳子打了一个戒，你们怎么解呢？假如你左右都拉的话，那个戒只能够越戒越紧，你放手它也解不了，你要从那个戒的中心解，你才能够解得掉。意思是说，一切的烦恼，一切的困苦，都要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的心去解、
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自取缠缚呢，自己绑自己，就好像那个鹅看到火自己跑过去，自取烧身，自己烧自己。今这觉身心之是苦，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身心是苦的啊。刚才里面有说过，你们觉得这个人世间是快乐的，给你吃多一点你就肚子疼了，热的时候给你厚厚的衣你热得半死啊。讲你的眷属会带给你快乐，你的眷属早上见到有可能傍晚不见了，又是苦的啊。然后我们觉得眷属啊带给我们太多的快乐，但是我们虽然身为父母，孩子一气我们，我们也会气，但是佛菩萨不会，佛不会生气他的弟子的，不会生气众生的，只会可怜我们的无明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人世间是苦的，我们要相信这个业果我们很难逃的，逃不掉的哈。发露向于真如，我们要向佛，真如就是佛菩萨，我们要向他们说出来啊，来皮尘而悔过，我们要讲出来，我们要忏悔。愿佛日以当空，愿佛啊，好像十二点的太阳这样啊，照幽途之苦气，照着这个三途恶道里面的那些众生，究三学之支流，究就是集合，三学就是戒定慧，支流，这个支流是出家人的意思。支是黑色的意思，以前的出家人穿的衣服都是黑色的，所以啊，好像我们的海青这样子，所以我们出家人我们称它为支流啊。我们集合这个修这个三学戒定慧很圆满的这些出家人，因为这个梁王宝忏是宝智宝师宝智禅师集合了九个高僧来一起写的这个忏文，我们集合这些出家人啊，他们的功德力，礼三千之大劫，礼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佛，我心恳恳，佛德巍巍，我的心很诚恳，佛的功德力好大好大好大，仰叩红慈，我们希望佛啊，去我们去敲敲佛的慈悲心啊，佛很大很大的慈悲心，佛明心加倍，默默的会加持我们，三千世界慈悲主就是佛啊。百亿刹中大法王，这个一个百个佛土里面最大的法王，愿他开这个帘幕见凡情，开他的佛的那个佛眼来看我们这些凡夫的这些情啊，这些情意在拜忏的情，众生有愿皆成就，希望我们众生所发的愿，所有的愿都可以成就啊！阿弥陀佛，谢谢大家。看我们每一卷我们都有一心归命三世诸佛，这边呢，你们算二四六八，有八个佛号。前面三个呢，是代表过去贤劫啊，一千个佛里面的最后三个佛。从南摩基卢孙佛开始，俱那含摩尼佛、伽舍佛，现在我们这个贤劫第四个佛就是本尊释迦摩尼佛。接下来的庄严佛、千佛，这边没有提到。他只提到这个第五个，这一个贤劫的当来弥勒尊佛，我们请这八尊佛来证明我们用心的在这边忏悔啊！大家要注意哦，我们每一卷都请他们在证明我们在拜忏哈。这个慈悲道场忏法第三，现在我们进入它的主题内容了。就是显那些果报给我们看，整卷都是讲的都是果报。一开始他会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在轮转，在这个六道一直轮转没有停息的。他说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前已记述，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罪恶过患，以过患故乖于身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那些造的恶业，我们呢离开了我们这个好的这些业报，以不善业故，所以我们堕在这个三途，就是这个三恶道，背离恶趣，即生人间，受诸苦报。这些因为都是由于我们过去我们属对的因缘，你造什么业，你就要得到什么报。你今生一直杀生，你来世得到的会是短命啊，多病的果报，不一定你今世杀生，你下一次一定被人家杀，不一定的啊。但是你会得到啊。一直短命，因为人家好好的你就杀掉人家，你来世可能你是很短命的，或者一直有很多病的哈。
我们舍身受身，舍身就死了，再得到的人生的话没有停息的，因为我们一直造业，一直造业，在这个六道里面就轮回。是以诸佛诸大菩萨，他们以他们的神通天眼，见我们三界内这一切众生啊，福尽水业，堕于苦处。我们这些异界的众生都会堕在苦处啊，无色界啊，在无色界的众生，他们呢一直乐着这个禅定，也不修善，也不做什么，但是他们的寿命也是会终的，最长的只有八万劫的寿命啊，他们的寿命完了还是会堕落的。他们呢，你看啊，无色界乐着定心，一直很喜欢这个禅定的心，那种禅业，不觉命中堕于异界，在异界他堕下来的异界，但是他的福已经享尽了。他堕在异界呢，他会堕在畜生道，所以受这个禽兽刑啊。色界诸天，色界的天人也是一样，从这个色界很清净的地方，假如他的寿命尽了，他堕在这个异界呢，即在不净，就是在我们这个不干净的异界里面，还受异乐六天福尽。我们受这个异乐天的这个五欲财色名色睡，因为我们的色身香味，色身香味触啊，这外成这六个六成这个外境，让我们起了这个五欲啊。我们这个五欲享尽了，我们堕在哪里呢？很恐怖哦，会堕在地狱，在地狱中受无量苦。我们在人道，我们以十善力啊，我们现在修十善，身善口是。一三修得好，你再回到人间做人、哦、在人生中又有很多苦，我们的受尽了多堕诸恶趣中。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人间、啊、这个异界太多的那种欲望，在我们这一生中一定会造了很多的业，让我们会堕在这个恶趣中。在畜生道，一切众生受诸苦恼，被人家打，鞭杖吃住，负重自眼，就载着很重的东西，走到很远的路，困苦脾气。有的呢，你看到、啊、他景象，也鼻子也给人家用铁环来穿过，用那个热铁烧落。有的、啊、为了把这只牛、这只马当作认得是我的，去用那个一个印来烧它，放一个烙印在那边、啊、然后又见到恶鬼，恶鬼呢时常都饥饿、口渴的。恒被火烧，犹如洁净。若无为善，永不解脱。假如没有一点点的善念，永远不会解脱。有骗富者，劣得人生，多病短命，以致庄严。只要你修到一点点的善，得到一点点的善，你得到的人生也是很多病的，很短命的、啊、接下来这边佛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啊，善恶果报因缘的关系，大众当知善恶而轮，未曾善错。这善恶这两个法，这两个业没有停过的，果报连环，好像一个环这样，没有休息。贫福贵贱随行所生，你是贫的，你是福的，你是贵的，你是贱的，都是随着你的行，就是你的业，你所造的业而得的，非有无因，不是没有因缘的哈。而遭妄果，不是没有因缘而遭了这些你不喜欢的果报。所以经里面说，这边他告诉我们九个善报，这边呢这个果报佛分成五个种类告诉我们啊，你九种善报，你为人豪贵，国王长者，你现在很有钱，是一个国王，是长者，你是怎么来的呢？你是以前你李氏三宝来，你为人大福啊，你有钱，因为你从布施中来的，你布施，你为人长寿，你有长寿，你持戒，你持戒第一个戒很重要的，我们第一个五戒就是不杀生，你不杀生呢，你就会很长寿啊。为人端正，你很端正，为什么呢？你忍辱修得非常好。我们没有忍辱的，人家一讲你，你就发脾气，你发脾气的时候，那个样子都很难看的嘛。对吗？所以你现在为人很端正，你是忍辱修得非常好，你现在很勤劳的，没有懈怠的，因为你之前很精进的、啊、第六个，你为人才明远达，你这个人呢很聪明的、啊、看得很远，眼光很远的，为什么呢？你之前的智慧非常好、
啊，你为人音声清澈，哇，你看我们的君王唱歌多么好听，因为之前呢，他一直在歌咏三宝中来，在赞叹三宝来啊，为人洁净，我们很整个人很清洁的，很干净的，没有疾病的，为什么呢？我们之前呢，我们的慈悲心是很重的。啊、你为人高大很庄严的，为什么呢？以前我们很恭敬人的，你现在矮矮小小很短矮矮的，为什么呢？你之前常常轻蔑人故，常常看不起人，欺负人，你为人丑陋，这边从这个为人短小为人高大，从这边开始又告诉我们了七种我们的身体的不好的报，招感的不好的那种恶报。那第一，为人短小，为什么呢？然后为人丑陋，你喜欢发脾气，无所不学问故，为人专疑啊！你现在没有学问，又有一点愚蠢，为什么呢？你不教他人故，以前你懂得的东西，你不教别人。为人阴哑、啊、你聋的哑巴的、啊、这个是哑巴的，为什么呢？你以前毁谤人，你现在呢为人下士，负债不还故，欠人家钱不还、啊、下一世你就会当下人给别人用、啊、为人丑黑，为什么人有的人很丑很黑呢？遮佛光明故、啊、把那个灯、啊、在供灯的时候不要去吹熄它、啊、身在罗国啊，这边有一个地方，那些那边的人没有穿衣的哦，轻衣堂户甚己故，就是说自己穿，把那个衣啊，穿衣的时候对那个衣，你对那个衣不尊敬，也是不是一个好地方，不是好事来的哦。啊，那个衣穿了不好好珍惜，下一次你生在一个没有衣服穿的地方。身马蹄国着迹甚己前行故。有的人、啊、他生在那个脚很马蹄这样，为什么呢？他以前、啊、尤其是人家在念经拜忏的时候、啊、他穿着鞋子在人家面前走过，身穿胸国不施作福毁系心故。哇，有一个地方那个人的心、啊、有个洞的、啊、在我们现世来讲有心脏病了，为什么呢？以前、啊、不施作福都做了，就哎呀早知道我不要做这个毁啊，做了福不了事，不要后悔哦。OK， 第四个他想什么呢？身在张路中，为什么呢？那个路你看啊，他看那路啊，一吓到他们就乱跑乱跑的，为什么呢？你之前很喜欢吓人啊，惊怖人故。身在堕龙中，这个堕龙是什么呢？泥鳅啊，泥鳅叫什么呢？吃大便的那个泥鳅啊，因为呢你喜欢调戏人故啊，看到美女不要去调戏、哦、你的身体生很多那个恶疮，为什么呢？你喜欢鞭打众生，不要打畜生啊，不要看到狗就踢一脚鞭一下啊。你人见欢喜，为什么呢？前世你见人欢喜故，看到每一个人你都生欢喜心，不要去讨厌别人啊，下一次呢你就会人见人爱啊。然后呢喜招县官龙系众生故，你现在呢时常做什么呢？时常被抓进牢里面关起来呢，为什么呢？这一次你很喜欢把那些畜生或者是众生锁起来啊，不要去养那些动物哈啊。然后接下来他会告诉我们，我们的身口业让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果报。文说法语语中两舌，乱人听受后堕丹而狗中，人家在听法的时候你不要在那边叽叽喳喳嘎叫人家听法， OK， 等下你会变成一只长耳朵的狗， OK， 然后又两舌、啊、不要、啊、文说法语心不参采，听到人家说法你的心呢都不吸收，觉得哎呀不好。后来你会长生在哪里呢？那个驴啊，我们讲驴啊 donkey 很笨的哈。兼贪独食堕恶鬼中，自己又吝啬又要贪人家的东西，你将来会堕在恶鬼那边的哦。畜生为人贫穷饥饿啊，恶食吃人后多
猪豚江郎之中。这个猪豚我们知道江郎是小虫，我们不要以不好的食物给人吃，也不要拿不好的食物去喂那些你的宠物，将来你会变成猪。我们知道猪吃的都是不好的东西来的吧、哦、接堕人物，后堕阳中人、啊、你去抢人家的东西，借夺是硬抢哦，不是偷哦，你将来会变成羊哦。人生薄皮，四担其肉，你趁着羊人家吃你的皮剁你的肉，明白吗？喜偷盗人，后生牛马、啊、偷盗的会变成牛马，为人下死，你替他做牛做马，你偷他的东西，来世你要做牛做马来还他。喜作妄语传人恶者，死入地狱。哈，很喜欢讲妄语的，然后很喜欢讲人家的不好的，把人家的不好的东西拿去宣扬的啊，拿人家的是非当人情到处去说的，死后会入地狱咯。羊在地狱里面呢怎样，那个滚滚的铜灌你的口，拔出你的舌头，用 以牛来根治你啊。假如在地狱受了这个罪出来哈，你在人中你变成一种什么啊，从地狱出来了变成一只鸟，这个鸡鱼鸟啊，有的经典写它是猫头鹰，那个声音哦，人闻其声无不惊怖，人家听到这个鸟叫啊就很讨厌的，皆言变怪，咒令其死，一听到他的叫声就讲有不好的事要发生了，要快快弄他，弄死他。我们喜欢喝酒啊，后来还堕在什么废死泥泥之中，在地狱里面你会堕在那个滚滚的死大便里啊，堕在那边罪鼻得处，然后在地狱受完这个罪出来会生在哪里呢？变成猩猩啊，这个堕了畜生道，再出来成为人的时候呢，因为你喝一直喝酒嘛，你就玩无所知，人不耻辱，你很顽固的，人家讲什么的你也不听，然后顽固人家讲什么你不听，你当然变成无知啦，对吗？然后你无知，你所讲的东西人家都不相信的，就是人不耻辱的意思，也不会去要你做工啊。贪人利者，后生相中，我们不要一直去叫人家做东西没有酬劳的，你贪他的利为你做工，将来你会身为一只大象。夫处富贵为人上者，我们假如你现在是很富贵的，很有权力的，你打你的下属，为下之人，那个下属又没有地方 好投诉，如是等人死后会落地狱，数千万岁受这种苦报。OK， 从第一处呢，你这样子做，你受完了第一的苦报，你出来你变成水牛、哦、水牛你们知道他们那个鼻子、哦、给人家用一个环穿着，或者是拉住船牵那些车，用大的那个木棍来打、啊、长网束秧、啊、OK， 我们第三呢，我就讲完这个第三，用因为我们的习气所造的业，我们会得到什么果报？你为人不敬，你的习气整天肮肮脏脏的，不干净的哈。你以前是猪来的 ，OK？ 奸贪不恕己，从就是很吝啬、很贪的啊，没有一点仁爱之心的，以前是狗来的哈。狼类自用，从羊中来，那些人很暴戾的啊，只觉得自己对的。啊、以前是羊来的哈，为人清操不能忍事，现在、哦、很急性的不能忍事的，以前是猴子来的、啊、身体腥臭，我们的身体是很有一种味道的，怎么洗都洗不掉的，以前呢我们是鱼或者是撇来的、啊、为人寒毒，一个人很毒的，心也毒，口也毒，以前是蛇来的、啊、人无慈心，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很凶狠的，以前是虎、老虎或者是狼来的。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人生世间多病短命，种种痛苦不可计数，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善业够这所得，能令行人因善图报，因就是一直在这个三恶道里面受苦，所有善图者，我们会堕落三途，接下来这个会讲到我们为什么会堕落恶道的原因。我们刚才讲了最后一个果报是由我们的习气来的哈，
啊，刚才老师有提到了，这个星期六我们会念的那个地藏宝忏就会提到，我们人因为以十种习气造了十种业啊，下了地受苦，受了苦出来呢，出来鬼道啊，有十种不同的鬼啊，什么异食鬼啦、风把鬼啦、传送鬼啦，就依我们的习气啊，看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鬼啊，受了鬼道，在鬼道里面受苦完了。去到畜生道，啊，一样会因为那个习气而成为不同种类的畜生。你看，我们有狗啊、猫啊，有的给人家吃的那些鸡啊、鸭啊，有的是就做苦工的那些骆驼啊、牛啊、马啊，啊，各种各样不同的畜生，都是因为不同的习气而招感的。然后回到人。最后回到人道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那个剩下的习气还在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气，不同的个性啊。这个呢，除了地藏宝忏里面，在这个假如师兄们有读这个楞严经的话，第八卷里面也是说得非常的清楚，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那个内容。来，现在我们讲说到这个第四个内容啊，他会告诉我们我们沦落在这个恶道的原因啊，是什么呢？人生世间多病短命啊，种种痛苦不可计说，都是由我们的三业啊行这个三毒啊。这个垢由三业，这所得能令行人因三途苦。我们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以我们的三业啊走这个三毒。所以有三毒者，应有三毒：贪嗔愚痴，诱惑三恶，以致烧燃啊，然后自己烧自己哈。口常言恶，嘴巴整天讲不好的话，心也常想着不好的念，身体呢更去做这些不好的恶行。以此这种六个事，能使我们这个人生常苦常恼，无有休息。以此命中。孤魂独死啊！你命中的时候你自己上路哦。慈亲孝子不能相救，疏忽之间到阎罗所。一下子啊，我们只有两种情况，我们是没有中阴身的。第一就是你修得非常好，你一舍报的时候佛菩萨来接你；第二就是你造了忤逆罪，自知下无间地狱啊，这个杀夫、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个忤逆罪也没有中阴身了，自戒就下无间地狱。其他的呢，以我们所造的业呢，我们呢在七四十九天之内，我们念地藏经知道，我们呢会等着那个阎罗王在审判我们的时候啊，就判我们去哪一个地狱受罪的哈。你看，我们一下子之间就到了阎罗所，这个地狱狱卒啦，不问尊卑，他不管你在世的时候是什么，这么高等的人啊，不论你尊卑的，但罪案入交减交生时善恶多少，神事之手，你去到阎罗王那边呐，你不用嘛隐藏说你没有做过什么，没有做过什么，你的神事会自首的，自己讲出来的，不敢隐匿。以是因缘随业自去苦乐之地，随你的业，我们所造的业，我们会去到会受苦的或者是享乐的地方。生自当知，明渺渺明明，别离长久，道路不同，会见无期啊！不要以为有人会救你哦，独自上路啊！接下来第二个，为什么因缘我们会沦落恶道的原因呢？你看呐、啊，又诸天神济人善恶啊！我们一生下来有两个神在我们的肩膀的啊，上次有提过，女的在我们的右边叫做同名，男的在我们的左边叫做女的叫同生，男的叫同名。女的你所造的一切恶业，它会记录起来在你的右边上面。右肩，男的就在你的左肩，你所造的一切善业他还帮你记录起来啊。所以这个天神呢，济人善恶，乃至毛发无偏遗漏，每一个小小恶业小善业他不会遗漏的。你善人行善，祸福益寿，得到很多福，然后你的寿命很长。恶人行恶，命短苦长，命很短，但是这个短短的那一期生命里面受的苦是很多很多的，如是轮转，那受了
在人间受了这些苦，堕恶鬼，然后从恶鬼出来又生在畜生道中，罪苦难忍，受之无尽啊。然后第三个，这些他告诉我们，这些善恶是我们自己找的哈。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各自觉悟，你们要起惭愧心啊。经里面说啊，做善得善，做恶得恶啊。而五做恶事不可作恶，不是善报为恶自遭殃啊。我们，你做了恶，你一定会得到恶报啊。为恶你自己遭殃，不要好像不要我们不要说。莫言轻脱，不要以为很容易就逃脱你所遭受的、遭感的这是恶报。我们立此忏法，经里面说了，我们不要以为小小的善，哎呀，一点点的善是没有什么福报的，我不要去做了。我们想，水滴虽微，你一滴水，一滴一滴，你可以建营大器，你一个很大的装水的那个瓶子，你也可以装满。就说一点一点的善，你积起来，也你会带来很大的福报。小善不积，无以成圣。你没有做小善，你很难会变成圣人哈。但是你又不要看清那个小小的恶业，你以为没有罪，哎呀，一点点恶业做了，没有人看到，不要紧的了哈。小业所积，足以灭生。你小小的恶积下来，会灭你这一个人生的哦。哦、大众当知、啊、我们要知道这个，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这个恶报从哪里来的哈。吉凶祸福皆由心作，一切为心造，自己心里做的。若不作因，你没有造那个因，你不会得到的果。殃即最大，肉眼不见。我们今天所造的一切善恶业，我们的肉眼看不到。诸佛所说，谁敢不信？但是佛说的啊，我们哪里敢不信？我等相宜与身世强健，苟不勤学，自力行善，临穷方悔。我们现在啊，仗着我们自己还很健康，啊，没有不勤力哦，没有去修学咯，啊，倒是也不去行善咯，但是到要走的时候，那你就才后悔。意何所计，没有用了哈。今已共见一切过患，如经所说啊。他教我们接下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怎样离开我们得到恶报的方法。第一，我们要舍恶从善啊。如经所说，自知其罪，岂得不舍恶从善啊。今生若复不能用心，假如我们这一生啊还不能用心，你有这个狭满的人生，判舍此行，就是你舍掉了你现在有的这个身形，一定堕在地狱。何以知之？我们怎么样知道呢？今见为罪之时，未曾不寒毒梦烈怀恨深重。我们现在啊要造恶业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啊会有很毒很毒啊。假如生气一个人，必欲令死，很想他死。假如妒忌一个人呢，我们很不喜欢看到他很好啊，我们妒忌他吗？他更好，我们的心就越不舒服。若毁一人呢，我们想要毁掉一个人呢，一定要使他陷于苦处。我们要打一个人呢，哇，一定要打到很痛很痛很痛，分会报害，不必尊卑呀、啊。我们也不去管他，一生气起来的时候也不管这个人比我高的还是比我下贱的，照打啊！恶骂丑言，无复高下啊！就乱骂就对了，乃至声震若雷，那个声音大到好像打雷一样，哇！那个眼中那个火也现出来了。至于为福之时，但是呢，做善事的时候呢，我们的善心啊，我们那个要行善的心很小很小，劣也是不够好的。死亦为多，未遂减少啊！开始的时候哇，想要做很多，但是慢慢慢慢的啊，做不到的时候，或者是不随你的心的时候，你就那个心就要为善的心就越来越少了。开始的时候哦，很想很快很快做到，然后到后来哦，然后事后且住心计不止，然后到后来就心想，哎呀。不是很想，没有这么坚定了，所以要继续去做，日夜推荐，哎，明天啦，下个月啦，慢慢推，慢慢推啦，如是进退，遂就忘事，推一下，推一下就忘记了，要造善业了啊。四知作罪之时，我们知道我们在做恶业的时候，造业的时候，心气刚强，
哇，那个心啊，哇，要造恶业的时候、啊、很有力的哈、哦。为福之时，自意烈弱，但是要修善的时候啊，那个意志很弱的。今以若善之因，求离强恶之报，岂可忘的？现在你想以一点点所造的那一点点福，要求离开你所用那种很毒的心去造的恶业，招来的果报，要离开那种果报，哪里可以得到呢？妄得就是你去妄想都很 不可能得到的哈。经里面说，第二个教我们怎样离开这个恶报之法，忏悔这无罪不灭。夫自忏悔之时，而且我们忏悔的时候要怎么样呢？五体投地如大山崩，乃至不惜生命啊！哇，连这个生命也不要了，为灭罪故，殷勤度力啊！大家都很勤恳的，很诚恳的互相鼓励。相于觉察，今生以来曾经几过作此奋者不惜生命，汗劳人苦作此忏悔。我们自己去反省一下，我们从我们今生、啊、到今天为止、啊、我们有多少是做过不惜生命汗劳人苦的来为我们所造的恶业忏悔、啊、我们暂时闲绕，暂时叫你拜佛一下你就很生厌倦了，暂时礼佛哎呀说哎呀气力了，没有气力了，喝站端坐叫你坐端正一点、哦、我 就讲说哎呀我应该休息了，喝言四体不可过了，哎呀我这个身体、啊、不可以太过劳累的哦，余阴将养不可使困，我这个身体我很宝贵的，我要很养得它很好的，不可以使它太疲倦了，不可使困，一声脚鸣差如小死、啊、刚才我们大家都是这样脚一声之了、哦、好像死了这样子的，何处复意，哪里还会想到我应该礼佛，我要去扫那个塔、啊、要去扫地，办所难办、啊、去做一些平时我们很难会遇到的这些好事让人去做的哈，且经教所明，那个经文里面说，没有一种善呢、啊，是从懒惰懈怠中生的哦，没有那些懒惰的人呢、啊，会做一些善法的，无有一法从巧慢自知中的，没有一个法，这个巧慢呢、啊，这个。巧慢两个字，这个巧呢是你没有跟人家比你就觉得哇我是非常好的，我是最好的，慢呢你是有人跟你比，哎呦我比你好，我什么都比你好、啊、这个叫巧慢，这两个字很得意的、哦、一个是没有人跟你比你就已经觉得自己非常好、啊、没有一种这个一法是从你觉得自己很好觉得比别人好，自知就是你放纵你的心意中得到的、啊、我们今天、啊、okay, 第三他告诉我们怎样离恶法呢，他说我们今天、啊、虽得人心，我们得到这个小满的人生，但是我们的心呢多背道背着那个佛教我们的那些好的东西的，何以自然，从旦至中，从早上到中午，从中午到晚上，从傍晚到晚上，从晚上至晓，至晓就是从第二天天亮了，乃至一时一刻一念一心，没有一点点的心去意念佛法僧三宝和师弟这个苦寂灭道，没有去想的，无有片心报父母恩，没有想要报父母恩，没有片心要去报师长的恩，没有一点点的心意要去做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没有一点点的心要去学禅定修智慧业、啊、所以我们呢你要离开恶法你就要不要做这些东西，明白吗？然后最后一个另外一个他告诉我们呢，我们今天、啊、你试试想一想今世简教清白之法无益可论，你去想想自己有没有做这些清白之法，这是好的行为、啊、烦恼重障身然满目，所做的都是带来很多烦恼的，带来让我们这些烦恼都带来障碍我们的、啊、若不作此检查意志言，假如我们自己都不会惭愧也不会去反省，还自己说我功德不少哦，设有偏善，有做了一点点的善
就说我能做他不能做，我能行他不能行，意气高傲，胖若无人啊，追此而言是可羞耻。我们啊，假如想起我们曾经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真的要觉得羞耻啊，你要会觉得羞耻啊，你才可以离开那种恶报哈。然后接下来呢，今于大众前啊，教我们怎么呢？要忏悔啊，忏悔重罪，愿布施欢喜，给人家欢喜，将来你就没有障碍了。大众啊，我们也应自往身心果报之争，即如像说起的自宽不求舍离，我们大家应该自己碗就是 洗你的身心了，就是说你改过了、啊、果报那种，我们现在我们在自己，你自己去观察你自己，你多多少少知道你招感了什么样的果报，你现在这边痛那边痛，你 前世你肯定做了很多杀业，你现在是很穷困，你肯定前世很吝啬不肯布施，多多少少你会知道啊，这边讲好像讲故事的，你们去想一想，你曾经做过什么、啊、我们取得自宽，还自己觉得很没有去，还自己安慰自己啊，不想去离开啊，说 这些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所造过的什么恶业。大众不要说了，我没有做过这个罪哦，我既无罪何须忏悔，我都没有做错什么，我需要忏悔吗？若有此念，愿即除灭，我愿你们快快除掉这个 念头，且积微小事已成大就，一点点的过失就会造成很大的罪业了。度然之恨，随意而起的一个嗔恨之念头，嗔恨变起，那个嗔恚变起，我们的嗔恨性就起了，性已习成，难可改革。你慢慢，你一时常这个看不顺眼，那个看不顺眼，然后那个嗔恨心一直起，你就起久了就变成你的习气，变成一习气，难可改革。我们知道习气是很难很难改的，心不可重，意不可成。我们的心我们不要放纵它，我们的意不可成，我们也不要让我们的意乱乱跑。若能扬忍，这烦恼可除。假如我们可以忍耐、哦、给一些信心，让自己去改那些习气，你的烦恼就可以除掉了。如其懈怠，未见嫉妒。假如我们还是一样的这种懈怠懒惰，不能够脱离我们这个六道轮回的哈。我们现在讲到、哦、地狱果报的情况哈。众等今日染成诸佛慈悲念力，诸大菩萨本誓愿力，佛的慈悲他的念力，大菩萨他们的本誓愿力，是每一个菩萨他们都有一个本来的誓愿，好像地藏菩萨就是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啊、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就是地藏菩萨的本愿，他们这种本誓愿力是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哈。接下来呢、这本《梁王宝忏》他引用了这本《罪业报应教化地狱经》里面告诉我们地狱果报的情况。这本地狱经呢，其实里面有20条的、啊、这种例子，这本梁王宝忏它只用了其中的17条。 OK， 现在一开始就是每一本经它都有它的序分、正中分和流通分。序分就是说这本经是为谁说的、啊、谁在说的、啊、听的人是谁哈。你看我们一开始一个尽力一心谛听，一开始就说如是我闻、啊、就是我阿难听佛说的哈。一时这个佛在哪里呢？在黄色城奇色库山中，这是093、啊、我另外名字就是093。以菩萨摩诃萨和很多的声闻见数，还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个就是四众，而天龙鬼神等皆是聚会在这个093那边。那时候每一本经它都有一个菩萨叫做当机菩萨的，就是
他问的问题，佛回答他的哈。这个这本业报罪业报应教化第一经，就是心上菩萨是当机菩萨啊。他就问佛，其实菩萨都知道的，只是透由他来问佛，让我们这些众生啊了解啊。他问佛：世尊，现在有地狱恶鬼出生，贫富贵贱种若干，种类若干，凡有众生闻佛说法，他这么样来比喻，他跟佛说啊，佛啊佛，你说法的时候啊，就好像孩子找回他的母亲啊，母亲不在身边的时候就很烦躁了哈，好像有病的时候得到医药来医了哈，当好像我们没有衣服的时候啊，没有穿衣的时候得到衣，裸体的时候得到衣，好像我们在很暗的时候得到一个灯，他这么来形容佛啊，佛的功德。世尊说法说利益众生也是这样子啊，就总一说法，我们众生都得益。而时世尊他看到这个时候啊，这个机缘已经到了，知道各位菩萨诸菩萨劝请殷勤，他就开始，他就放了他眉光，眉间那个百毫相光，佛的眉间这个百毫相光啊，我们时常在佛像，你看到佛像他们放一粒钻石啊还是什么来代表这个佛的这个百毫相光，是佛的说法的功德力得来的。他我们有时叫百毫相光，就是百的毛啊，佛经说佛这个眉间这个百毫毛啊，拉出来有一丈五尺这么长的哈，就是它的光可以发这么光啊，照于十方无量世界。在佛一说法的时候啊，地狱休息，苦痛安宁，尔时一切受罪众生，这一边整边下去都是这个这本经里面所写的啊，寻佛光明来意佛所，一切受罪的众生看到佛放着光明就跟着来了，来到佛所，绕佛七匝，围着佛绕佛七次，自心作礼，劝请世尊广宣道化，叫世尊请世尊说道来教化，令这些众生得蒙解脱。今日道场同业大众，我今自诚劝请诸佛亦复如是，我也是请各位佛啊，也是这样子请，愿诸众生同得解脱，向一之心等一通切五体投地，劝请十方净虚空界一切诸佛，希望诸佛以慈悲力救我们这些众生的苦恼，令我们得安乐啊。然后我们就礼佛哈，请了佛之后，我们接下来他是先发愿回向哦，又复归于如是十方净虚空界一切三宝大慈大悲，唯愿救拔一切苦恼。我们回向，令诸众生即得解脱，改往修来，改掉过去的恶习，修我们来世不复为恶，不再造恶了。从今日起，毕竟不要再堕在这个三恶道里面，身口意清净，不念人恶，不要一直去想啊，不只是想人家不好的地方啊，离诸业障啊，离开一切的业障，得清净业，一切众邪不复能动，不要再做一些不好的啊，那个邪恶的那些行为，常行四等。这个四等是什么呢？是无量心、慈悲喜舍。我们一定要时常有这个有的这个慈悲喜舍的心，我们要清净用门，自重德本啊，培养一切我们本来应该有的德行，为所无量，舍身受身，恒生福地。假如我们以这个慈悲喜舍这无量心来修啊，我们呢一定会时常生在福地的。念三途苦，我们想到刚才读了念了很多那个三恶道里面的苦，我们就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我们要上求佛道，求佛给我们智慧，以佛教我们的方法度下化众生，来度我们的身边的一切众生。我们要行菩萨道，不修不行。六度四等，六度就是大家知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四等
那四等就是这个慈悲喜舍，常得现前三明六通。三明呢，我们得到三明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漏尽明、天眼明、宿命明，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过去、未来，然后我们的一切的烦恼也尽了哈。六通是六种神通：天眼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天耳通，还有一个如意通啊，神足通啊，去到哪里都可以的。这个我们就有如意自在、出入游戏、诸佛境界等于菩萨进成，和菩萨一样成了这个正觉，成了正觉就是成佛的意思。这个我们回向哈，希望哈，今日道场同业大众，我们要起怖畏心，很怕的心，想起第一的果报，我们要怕。起慈悲心，一心一意逆耳谛听啊！我现在佛开始要讲这个第一的果报了哈。世尊放眉间百毫相光，遍照六道一切众生。这个时候心向菩萨，唯名念诸众生故，即从坐起前至佛所，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现在有众生为诸欲住错产生从足。至顶斩之，那个众生给那个第一的那些狱卒斩砍，从头砍到那个从头至顶了，砍了他，然后用风吹了，他又活了的我啊，还佛活了吗？我又在斩，死了又砍，死了又吹给他活，又在砍，受此苦报，无有休息，何罪所致？他问佛，这个众生这样子，他造了什么罪？佛说，这个众等 这些众生以前世时不信三尊，不信佛法僧，不知供养，不孝父母，性恶逆心，徒而毁坏杀人啊，斩害众生，以是因缘故获十罪，所以杀生你会得到这样的罪。然后第二个例子，他问还有一个众生啊，他身体好像那个顽皮，就是那个整个身体都残缺的啦，然后眉毛那个胡须头发都没有的啊，举身红烂，整个身体烂烂的，鸟栖露宿，就住在深山里面，没有人的，人际断绝，亲族弃舍，人不喜见，自己的亲人都不喜欢见到他，都放弃了他，没有人喜欢看到他，如是恶报。这个人这种报，我们叫到他得到一种叫赖病的报。为什么他会什么因缘得到这一种罪呢？佛言以前世是他不信三宝，不孝父母，破塔坏事啊，破坏佛塔，破坏寺庙，剥夺道人啊，去你千万千万不要去动出家人的东西啊，则错色圣贤，伤害师长，曾无反复，从来没有反省过啊，背恩忘义，常行苟浅是时常做一些不好的事，玷污所尊啊，对那些出家人，我们有一些不合理的行为，不必轻疏，无有惭愧，没有惭愧心的，以是因缘故获十罪啊，会得到这个整身烂烂的啊，赖病。还有一个众生呢，哦，我的身体很大，但是他的龙的哀就是很愚痴，然后又没有脚的哦，婉转复行，用那个肚子来走路的，好像蛇这样咯。这个就是讲到畜生的果报，是吃泥土以致活命，然后又给很多小虫在他的身上每日夜这样来咬他，日夜都受苦没有休息的，问这个是什么罪所造成的？我说以前世时为人自用，为人自用就是自以为是，不信好言，人家好言相劝他也不听，不孝父母，违逆反逆，或为地主即做大臣，那些有钱的地主或者是大臣，市政方伯州警令长，那些我们现在所谓那些村长啊，那些长官啊，礼敬度户，视其威势，以他的势力侵夺民物来抢那些民众的东西，没有道理的哦，使他的人民受苦，很穷苦，以是因缘故获失罪，得到这样的罪报。
还有一个众生，他两个眼睛都是明的啊，你是撞在树木，或者是堕落在那个沟渠里面就死掉，然后死了又在受生，虽然得到人生还是盲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佛言啊，以前世时他不信罪福，障佛光明，我们可以说障碍人家学佛了，障佛光明哈，逢暗他眼，或者是把人家的眼蒙蔽起来啊，笼蔽众生，把众生关起来，关在暗暗的地方，皮囊渗透，你把那众生关起来，还用那些皮做的一些那个布袋包盖遮住他的头，不得所见，以是因缘故或是罪，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子做，来世会失明啊，盲。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今所说大可不畏，我等亦可以作是罪。我们可能曾经已经做了这一些罪，无名所护，不知亦知，但是我们因为被无名遮盖啊，我们不知也想不起过去事嘛啊，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一未来世方受苦报。你的果报，那个 受果报的时机成熟了，你就会受到。今日自心等一通切五体投体其三求哀惭愧改悔，以作之罪应忏除灭。我们所做的罪，我们希望你这次拜忏的功德可以除灭，还没有做的罪从今清净，不要再做啊。啊，我再讲多一下，七点了，我看我就再停在这边吧。这个是这个地藏，这不是这个罪业报应教化第一经里面所写出来的，它里面有二十种啊果报，在梁王宝忏只写了十七种，大家有兴趣的话去找这一本经来看一看，很恐怖啊、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梁王宝忏是一本很完整的忏，它呢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皈依三宝，为什么我们要断疑，为什么我们要忏悔，然后又教我们发菩提心啊，然后教我们怎么发愿，怎么回向。今天我们念到了法清这两个字，也提到了我们身边的一切人曾经是我们过去的父母师长兄弟姐妹亲朋戚友。所以呢，阿忠顺有可能之前是我的爸爸，也有可能是我前世的兄弟啊，今世对我非常的好哈。啊，有些呢哇，整天来针对我的，有可能是我前世我杀了他全家人，哇！所以呢，一切都是自作自受的，不要去埋怨啊。所以现在我们在一起这样子共修呢，我们叫做法亲，在这个法缘上是一家亲啊，不是那种有血缘关系的那种亲人了哈。然后我们看看刚才我讲了第几面。讲了又忘记，251面。梁王宝忏呢，他在这个第三卷里面告诉我们一切的果报，然后讲了果报之后，每四个果报过了后，他会告诉我们，叫我们怎样去皈依三宝，然后礼佛忏悔，然后发菩提心，然后回向。然后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神通感应。我们时常讲感应，感应这两个字，感呢，就是我们可以感受，也要相信到佛菩萨的存在，我们要感觉到他的存在，我们感觉我们需要佛菩萨的加持力。你有这种真实的感觉，佛就会应你，所以我们叫做感应啊。在这个宝忏里面时常有讲出佛的这种神通感应。这个第三卷那天我们讲到最后是说怎么样讲了几个业报啊，现在接下去你看第251面，他说又复皈依，你看我们又要皈依了，如是十方净悉空界一切三宝，愿佛宝佛菩萨以大慈大悲救护正解，令诸众生即得解脱，为诸众生灭除地狱恶鬼
畜生等业，这个就是佛菩萨的神通感应啊，佛菩萨的力量，令诸众生毕竟不复受诸恶报，令诸众生舍三途苦，悉道至底啊，令全部的众生都能够脱离这个三恶道苦，得到智慧，去到好的地方哈、啊，令得安隐。究竟乐处啊，究竟的乐处是在哪里呢？就是成佛的时候了，以大光明灭诸痴暗啊，我们这些众生无明，很愚痴的，广为分别甚深妙法。佛告诉我们，一切的甚深的妙法，使我们具足无上菩提成等正觉。今日道场同业大，这些都是佛菩萨的神通感应。你相信佛菩萨的力量，你可以感受到佛菩萨的存在，他一定会回应我们的啊！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自称，一心谛听啊！接下来再继续的讲其他的我们那种果报。那个行香菩萨又问佛了：“世尊啊，有个众生啊，千痴音哑，讲话讲得不好。”然后可能是完全哑的，这个是我们的人道的一些报，这是由我们的习气啊，不同的习气来的。口不能言，嘴巴不能说话。假如真的可以说，讲来讲去人家都不能够明白你讲什么的。为什么呢？佛说啊，以前世时啊，他毁谤三尊，毁谤佛法僧，轻毁圣道。啊，说菩萨道不好，修学不好，论他好恶，求人长短，整天讲人家的，讲人家的好还不要紧，整天帮人家讲人家，宣传人家的不好啊，求人长短就是整天去针对别人啊，讲人家的好还不针对别人的好处还不要紧，一直针对人家的短处，一直去针对啊，强恶良善，恶呢，你看就是。无中生有的啊，一应来讲那些好人，那些善良的人，好人讲他不对，憎忌嫌人啊，很讨厌啊，很妒忌那些有德行的人，以是因缘就是这样子，将来你来世你讲话没有人明白你讲什么啊，甚至很糟糕的就会变成哑巴哈、啊。然后又讲到恶鬼道了，接下来有一个众生呢、啊，肚子很大。那个颈项很细，不能吃，若有所食，哪到食物也会变为脓血。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佛说以前世时，我们不要以为恶鬼道拿不到食物、哦、恶鬼道拿得到食物，只是他拿到的时候会变成脓血，或者是会被火烧掉，或者是他的喉咙很小，吞不下，有的呢吞得下，消化不了，所以恶鬼也是有很多种的哈。然后他看到的东西全部都是变成不能吃的，他说啊，这是为什么呢？说以前事实啊，他偷盗众食啊，我们很重要，在大众的地方，尤其是在道场，我们不要偷吃啊。或为大会设施摇扇，施起麻米，聘处食之，好像现在我们在。举行这个法会，你看到食物，偷偷的拿了起来，躲在起来吃，啊，糟糕了哈！奸细己物，但贪他有，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的，自己有东西吃了，但是很吝啬，不要拿出来，还要贪别人的啊！常行恶心，疑人毒药，而且呢，那个心地很不好，时常有很恶的心，疑人毒药，气息不通，故或失罪。我们现在很少啦，会给下毒给别人吧，哈、哦，不要做这些动作，会下恶鬼道的哈。然后有一个畜生，这讲的是地狱道，常为狱卒所烧之，那个地狱里面的那些兵将，一直把时常给他烧，热铁灌身，用热的铁烧的浓浓的铁。好像灌他的身体，在他身上淋下，用铁钉钉的，钉了一钉下去，那个钉的地方就着火，就整个身就烧了，那烧到烂烂。为什么会这样呢？佛就说，以前事实他是一个针师，就是好像我们现在所谓的针灸的，用那个针是帮人医病的。伤人身体不能拆病，这个拆病就是说医好的意思。诓他起物，你不能医好他，还要
拿他的钱财呀，跟他收钱，我帮你医病，跟针灸，你要给我钱。但是你又医不好他，你针刺下去，他又很痛苦，病又不好，又很痛苦，我们就会下了这样的地狱啊。另外接下来呢，意思也是第一的，富有众生藏在祸中，那个我们煮炒菜那个锅，牛头啊。阿棒啊，手做那个铁叉，插它进去那个锅中，煮它，煮到烂，然后又吹一下，它又火起来了。啊，又煮啊？为什么这样呢？佛说以前事实啊，我们杀众生啊，把它的毛啊是怎看的？不可限量，以示恶业，故或失罪。你看我们杀鸡啊，那汤滚滚的，水滚滚的，把鸡放下去。啊，然后起来又把他的毛拔掉啊！下次我们就会下地，同样的受着同样的罪啊！给他煮活了，吹一下火了又煮啊！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啊，接下来佛就告诉我们了：如今所说大可不为我等不知，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何道中曾作如是无量恶业，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曾经做过这样的恶业，以为来世方应具报。啊，现在我们没有受到这个报，但是未来是我们会受这个这么苦的果报来缠着，因就是缠着的意思。亦可即生应见此苦，也可能今生就感受到这样的果报。啊，千次阴哑口不能言，或者是腹大小紧，这个是我们生病的时候了哈。不能吃，人生何定？今日虽安，我们人生啊，能够多久？将来会去哪里？不知道。今天虽然很安乐，明天有可能会生病啦。啊，突然间不要吃到什么，讲不出东西啊。果报一来，不可得脱。一个人人皆悟此意，自心正念。这边佛就叫我们忏悔了，莫复余想。我们要一通切五体投地，普为今日四生六道。我们知道吗？四生，胎生、卵生、化生，六道就是这个六道众生。一切众生已经受苦的，就是现在已经在畜生道、恶鬼道。第一道受苦的，当受苦者就是将来会受苦的啊，造了恶业，将来要受苦的。我们带他们，教他们皈依世间大慈悲父，就是皈依三宝啊。接下来还找我们再讲多一点哈。又复皈依啊，一直叫我们皈依十方净虚空界一切三宝。我们愿诸佛诸大菩萨大慈大悲，救护一切受苦众生，以佛的神通力灭除我们的恶业，令这些众生毕竟不复多疑苦处，得清净去，得清净。这个去就是道的意思，得清净道就是最好的，就是天人道。假如我们还不能够脱离这个六道轮回，在人道或者是在天道比较清净了哈，得清净身，功德满足，不可穷尽，舍身就死了，在受身恒住诸佛。假如我们脱离不了这个六道，我们希望我们得到人道或者是天道，因为我们也要可以一直遇到佛啊，恒住诸佛，同诸菩萨，我们跟菩萨一起修行一样的修行，然后即登正觉。现在再讲到一个第一的果报，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同家心力设耳谛听哦。性相菩萨问佛：世尊，有一个众生在火城中，第一的火，第一都是火的啦，都是火的。唐威其心，四门虽开，道彻自闭，在灰中的火烧，一直烧烧了，然后看到地狱里面的东南西北这个门一开。他看到东门开了，他跑去东门，出不了，关掉；跑到南门，门也关掉。虽然看到他开，跑去他就关掉。啊，为火烧尽，烧到成灰去。为什么会这样呢？佛呢说，以前事实焚烧三者，决策波持火袍机子，使诸众生降威而死。以前呢，我们去烧山林。然后有那个池里面有很多众生在里面的，我们看不到的四生也在里面。你就把那个池阻塞，不给水进去，不给水流出来，就干掉了吗？然后又烧那个鸡，祥威就是说你红红的火炭里面，现在我们吃那个什么鸡啊？
叫花鸡啊，就是这样子煮的，把那个鸡包起来，用热热的火烧，烧到它里面啊熟气啊，这个叫做祥味而逝，以是因缘就得到这个果报。那再接下来再讲到一个地狱的果报，富有众生常在雪山，寒风所吹，皮肉剥裂，求死不得，求生不得，在寒山里面，哇，一风一吹来啊，那个肉皮好像给它到割掉这样，苦毒万端，不可堪忍。为什么会这样呢？佛讲啊，以前世时横道作贼，在那个我们看古装戏看得多啦，在那个道路上，躲在旁边，有人经过就跳出来啊，做贼，剥夺人衣，抢人家的衣服。虽然在冬天里面呢、啊，还把人家的衣服剥到光光，以自滋养来自己保暖。冬夜龙寒，罗他冻死啊，令那个人冻死。然后另外一个动作呢，就是剥皮剥牛羊，苦痛难忍。那个羊啊，牛啊，我们去剥它的皮。啊，以是因缘故获十罪，还有些众生呐、啊，啊，另外一个也是第一的果报，他藏在刀山剑树之上，那个山好像全部很多刀的，那个树的叶子都是好像剑这样子锋利的，若有所捉，即便割伤。你看我们那看到山，我们要爬上去，一抓就割到树，你要爬上去，叶子全部都是好像剑这么利，又割到枝节断坏，痛苦心酸，不可堪忍。怎么样会得到这样的果报呢？以前世时宰杀为业，就是杀动物作为一种职业，烹害众生，煮众生，剥割屠裂，屠割剥裂骨肉分离，头脚心上，砍到很多很多块，这样头脚都好像星星这样散开，然后又高高过起来，然后称量而卖啊，一斤肉多少钱多少钱这样，或负身陷，有的那个动物还没有死就已经把它挂上来了，我有亲眼看过人家怎么杀那个叫什么哈，那个叫什么艇盖呀，田鸡，哇，看了之后我就以前还没有学佛的时候有吃，后来真的不敢吃，活生生的割掉拔皮拉出来，那个田鸡还在那边跳，痛不可忍，以是业故故获十罪。然后再讲一个五根不具的我们人道的报，富有众生五根不具，五根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有残缺的，盲的啊，聋的啊，哑巴的啊，耳朵那个，总之你的鼻子 有问题的、啊、身体手脚有残缺，叫做五根不具。何罪所致呢？佛言，以前世时飞鹰走狗弹射鸟兽打猎、啊、或破其头，或断其足、砍掉他的头，断他的手足，生灭其翼、啊、把他的翅膀活生生的拔掉，死受痛苦，以是恶业故获十罪。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今所说大可不为我们一通切，普为一切众生已经受苦的，将来要受苦的，皈依世间大慈悲父。给让我讲到十一点，快讲下去哈。然后我们就求佛菩萨加持，你看又复归于如方净虚空界，一切三宝愿以大慈大悲救拔十方一切众生，令受苦即得解脱，当受苦者毕竟断除，毕竟不复堕于恶道。这是就叫我们怎样啦，从今日去至于道场除三障业。这个三障，你看这个是卷三，所以讲的法术是三，用的都是三，你们会发觉到二，第二卷就用的二，什么二言，然后那天我们念的第四卷，刚刚第五卷的五言啊什么，这个第三卷用的是法术是三，三障，我们的三障业就是我们的烦恼障，我们的业障，我们的报障，我们拜地藏宝忏，就是要忏除我们的三障业，灭五部位。我们人呢，有这种五个怕的东西，就是怕死，怕不活。为什么我们怕不活呢？你看现在这个世间，尤其是过了这个 MCO， 每个人呢、啊、经济上都出了问题，真的是有一天很怕，很多人很担心活不了。这个叫做不活罪，有的人你叫他做很多去布施什么，他不舍得，因为他怕
哇，我现在保的钱不失掉了，等下我老了，或者是我明天不知道，可能没有钱怎么过日子啊？这个叫一个死罪和不活，不活罪是不一样的哦。不活是你怕自己活不了，啊，身边太多的苦难了。另外一个是恶名罪，怕做了一些事，人家加了一些恶名给你，不好的名声。然后一个是怕堕恶道的罪，或者是怕将来会去到受到，现在假如大家都很放逸的话，将来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啊，讲的难听就是堕落三恶道。另外一个叫大众威德位，有的人不知道怎么，他在很多人的时候他都很自卑很恐惧的，也不敢讲话，也总是怕人家，总之是在很多人的时候，大众的场地的时候，他就有这种自己很怕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五个部位呢，是我们凡夫都有的五种那种恐惧。功德智慧具足庄严，我们拜了忏，我们这个三障业也灭了，我们这个五部位也会没有的哈。功德智慧具足庄严，摄取一切众生共同回向无上菩提成等正觉。接下来再讲一个波缴守则报，就是我们人这个身虽然在人道所得到那个果报。心上菩萨白佛言，他说有一个众生软匹背篓，就是驼背的，手脚残缺的，腰宽步垂，就是那个腰也是歪歪曲曲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人他的身体，我们叫做 S 字形的那种啊。脚跛手则不能行走，走不能够走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以前事实为人惭愧，为人很刻薄，行道安详，在路上，这个是以前啊，在路上放了一些陷阱啊，来陷害众生，以是恶业，故获十罪。再接下来有一个众生，这个是第一报，为这给这些异族窒息其身，绑住身体，家很苦厄，不能得免啊。我们看古装戏有那种那个木板这样把锁在颈项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以前世时王普众生龙系六畜，那、啊、这个大明白。啊，去打猎，然后养六畜，六畜就是我们现在家里啊那些鸡呀、啊、羊啊、鸭呀、鹅呀、狗啊，那些我们不要去锁住它。或为宰主令长，或者是国王大官啊，贪取他人民的那些财物，妄系良善啊，很冤枉那些。好人啊，那些良好的那些人民啊，冤束无所，然后那些人民被那些大官冤枉了，然后又投诉无门的，所以这些大官呐、啊，我们这些王普众生这些人呐、啊，就会在地狱受到这种报。哦、啊，接下来最后一个，痴狂，癫痴狂爱报。或癫或痴或狂或爱，这个爱的意思就是傻傻的，不别好丑，不会分别好坏。为什么会这样呢？以前世时啊，饮酒醉乱，犯三十六事，在这个经典里面啊，你们有机会去找一找，喝酒会犯三十六种过失。后得痴身，犹如醉人。后来虽然得到人身，但是乐不乐的啊，好像喝酒僵尸的，不别尊卑，不会分。高下不会尊敬人，也不会体恤那些比较比你低的人，以是恶业，故获十罪。然后一个最后一个众生，他的人很短小，但是他的下身很大，大到要拿着又很累，有的呢是背着来走路，行住坐卧以他为房，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他持身贩卖自欲己物，毁他财宝、哦、我们做买卖的时候尽量不要讲别人的东西不好。现在我们很多做买卖的，你们做买卖要推广自己的东西，尽量讲自己的产品好就可以了，不要去拿别人的产品来比，然后讲别人的产品不好。你只要讲自己的产品好，去让人家幸福，不要说哎呀你在吃那个，哎呀那个不好的什么的，千万不要。
你就会得到这样子的果报。或者是我们在买卖的时候，我们把那个称东西的那个秤啊，你去动手脚骗人家斤两也是不行的哈，你自业故哈，男生就会得到这样子的果报。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夫所说，大可不为。我们呢，要为现在受苦的这些众生，将来现在所遭的将来要受苦的这些众生，为他们带我们的父母师长，我们的父母师长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也现在可能在做着这样子的动作。信思谈业，善恶知识，我们也善知识恶知识，也是不小心也会做到这样的动作。我们这些施主谈业，就是你布施，你要可以超越你所做的一切恶业，讲是这样子讲嘛哈。我们为他们皈依世间大慈悲父。好了，我们就分享到这边为止，谢谢大家。这个是叫我们皈依啊，十方净虚空界一切三宝。之前所讲的一切呢，全部都是那个罪报业障教化经里面来的十六种啊例子。现在是讲到最后一个例子了哈。啊，之前讲了，它叫我们皈依。啊，要成佛的法力啊，这个神通感应，诸菩萨这个二七六面哈，为其三求哀忏悔，以受苦者以佛菩萨大慈悲力，即令解脱。未受苦者，从今日次至一道场，毕竟不复多于二道，离八难苦，八难苦受八福生。我们的八难就是八种我们听不到佛法的地方啊，上过课的都很知道八难是什么，蛮容易记的啊，忘记了。三恶道，三恶道，然后佛前佛后，然后身在边地，然后盲聋喑哑，然后四字变聪啊，这八个难是我们听不到佛法的啊。四字变聪他不是听不到佛法，他听了佛法他不接受，然后让他那个那所谓的小聪明来跟你辩驳啊。这种人也是蛮苦的哈，他不能够接受。然后我们离开这个八难苦，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八福身，得各种的善根，成就平等。具足智慧清净自在和同一如来即等正觉，如来就是佛啊，跟佛一样得到觉悟。最后一个这个教化经里面讲的这个例子，就是心向菩萨白佛言，他说世尊，有这个众生他的形状很丑陋，身黑如漆，黑黑的，两个耳朵青色的，双颊巨富啊，他两个那个脸颊啊，好像山这样高起来的，扁面平闭，两牙黄澈，牙齿黄黄，然后牙齿又很少的，口气很腥臭，搓短臃肿，人矮矮小小又肥肥胖胖，大腹小腰，肚子大大，肚子大大，怎么那个腰会小小呢？手脚了力，这个手脚都不方便的哈。这个吕季吐勒，那个就是驼背的意思哈。费衣见食，就是说他还是很怕冷哦，要穿很多衣哦。然后见食的刺也刺很多、哦，但是没有用的哈。恶疮脓水啊，就是生疮、水肿、干消。借赖永居，这些都是一种病了、啊，皮肤病了、啊、哈。种种诸恶记在其身，这些种种不好的都在他的身上。虽亲妇人，人不在意，很想和别人靠近，但是人家都不理他，看得他很怕哈。若他作罪，横离其殃啊。若他作罪是别人做不好的，啊，就会赖在他身上。啊，有一句话我们讲什么黑狗什么？哎，黑狗偷吃，白狗当灾。不管他是的，人家就会赖在他身上，怀疑他。哦，永不见佛，永不闻法，他也不是菩萨，
没有贤圣，从苦入苦不得休息。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佛说啊，以前世时他做人的子女不孝父母，为臣不忠其君，做大臣啊对国王又不忠啊，做下属的对你的上司不忠啊，为上不爱其下，做上司的不会爱惜他的下属，为下不恭其上，做下属的不会尊敬上司，朋友不长其信，做朋友没有信用啊，乡党不以义从，在这个甘榜里面呢啊没有道义的啊，朝廷不以其节，你在官里面啊，在官府里面做了一个职位，但是呢你又不好好当你那个官啊，贪污啦，做一些不对你的，就是说你不以其节，他的节就是他的职位的意思啊，他不去好好做他的工啊，断事不以其道啊，对处理事情呢也是以他自己的心情啊，不跟着道理来做啊，心意颠倒无有其度啊，思想那个心意很颠倒的，不知道自己在真正的在做什么，对还是不对，杀害君臣，侵略尊长啊，杀害国王和大臣，对那些自己的长辈也不啊不尊重，伐国灭民，这个知道，去打仗，去抢别啊，去攻占别人的国家，去抢夺别人的人民，攻城破屋，这个屋是小一个庄严，一个小的地方，一个小地方，然后整个城就给他打下来啊，偷窃窃盗，这个会啦，偷是人家不知道你拿的叫偷，劫和窃盗就是人家知道的硬抢的啊，恶业非议，每己恶人哇，所造的恶业啊不只是一样哦，每己恶人就是赞美自己，而是批评别人，亲邻孤老，欺负那些孤苦伶仃的老人，误判贤善，对着得恨的人呢、啊、去讲一些不对的事情，诬赖的哈，轻慢师长，对师长啊没有啊尊敬，欺诳下贱，然后对我们比较低的啊，身份比较低的，我们就欺骗他啊，去欺压他，一切罪业细计犯之，这是全部大家都做过，重罪业报，故或失罪而死。现在接下来，他会让我们佛让我们珍惜佛的住世啊，佛在世，让我们珍惜。而时诸受罪人闻佛世尊作如是说，浩气动地，泪如雨下。哇，听了，告诉佛讲的这些业报，大家都很怕，都哭。而白佛言：唯愿世尊久住说法，希望佛常住在世来说法，教化我这些人啊，令得解脱。佛就说了：若我久住此世，假如我常久住在这个世间，福薄福之人不种善根，那些福没有什么福德的人、福报的人，他们不会种善根的。他们说什么呢？说我佛常住，不念无常，他们不会去思念无常，然后造诸无量不善之本，造各种各样的恶业，后方追忆悔无所计，然后才来后悔啊，想起来哦，我不该做这样的恶业，但是后悔都来不及了，已经做了哈。善男子譬如婴儿，好像 baby 啊，母常在侧，以母不生难招之想，母亲常在我们身边，我们不会想到，对母亲不会想到说我的母亲有一天会遇到 不如意的事，会离开我们。若母去时便先渴望思念之心，母亲不在我们才会想念，母方还来乃生系乃生死，母亲回来了我们才会开心。善男子，我今亦复如是，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哈，知道众生不求常住，这众生呢不求常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众生不求成佛，不求佛是常住的啊，不生不灭的，众生不会求脱离这个六道轮回成佛啊，不求常住的意思，故所以我要显现涅槃，告诉众生没有一样是永恒的，
以死世尊即以受罪众生而说机缘，佛说了这几句话告诉我们无常，水流不常满，水呢一直流它不会满的，因为好像河它一直水一直流，意思是说这个世间的一切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我们不察觉，大大的无常我们看得到，好好的东西坏了你才知道哦，无常那个东西其实它已经在变化，里面已经在变化了，我们不察觉，就好像我们生老病死，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身体在的细胞在慢慢的老化，我们不察觉，等到有一天你老到哇病来了不但能走没有力了，你才察觉到哦我老了、火梦不久燃，火它烧得很旺很旺都好，假如你不一直加那些柴加什么下去，它也是会灭的，它不可能一直烧着的哈。日出西移没，摆岛上我们看到太阳出来了、一下子中午傍晚或者是阴天来了，那个太阳就不见了。水月满还复亏，正月十五的月亮圆圆的，两个礼拜过后它又慢慢慢慢慢慢就变成半夜了哈，意思是说我们这些东西啊，物质的东西，用这个四样东西来比喻无常。然后接下来这 四句呢，是我们世间的荣华富贵也是无常的，尊荣豪贵者无常复过世也是一样，我们应当勤精进顶礼无上尊，顶礼佛。接下来到最后，以这个罪业报应教化第一经的流通分来结束、这一段内容。流通分呢，就是佛一再次叮咛我们、怎样去把这一本经这一些他所说出的果报告诉大家，让大家去谨记。儿时世尊说此偈，诸受罪人咸悲白佛言：世尊，一切众生做何善行得离思苦、说一切众生要做怎么样的善业能够离这些苦呢？佛言：善男子，我们要孝养父母，敬事师长，归奉三尊，就是要皈依三宝，勤行布施，要做布施，要持戒，要忍辱，要精进，要禅定，要智慧，这个就是修六度波罗蜜，要有慈悲喜舍之心，要愿亲平等，无有恶相。愿亲平等就是说你的亲人也好，你不喜欢的人也好，都要平等，不要有分别相，无有恶相，我们就是不要去分别，这个我喜欢的，这个我不喜欢的，这个是我的亲人，那个是我的仇人，不要有这两个相。不欺孤老，不要欺负孤苦伶仃的老人。不轻贫贱，不要看轻那些看不起那些贫穷的人。护人优己，爱护别人好像要爱护自己一样。不起恶念啊、这个佛教我们要讲做哈，汝等若能如是修行，这为以德报佛之恩、已经是报了佛的恩了哈，永远离开这个三恶道，没有会得到无复众苦，不会再得到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些苦报。佛说是经已，菩萨摩诃萨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些菩萨在听佛讲这本经的时候，全部都得到了正等正解。声闻缘觉那些、小乘的，记得六通三明、即八解脱。其余大众得法眼净，所谓得法眼净就是明心见性、证悟了、若有众生得闻是经，不堕三途八难之处，地狱休息哦。地狱那些众生都暂时不受苦，苦痛安宁。心向菩萨白佛言：世尊，我要当何名施经？这个经叫什么名字？菩萨摩诃萨要怎样去奉持，要怎样去、持这个经、佛告心向菩萨：善男子，这个经名为罪业报应教化第一经，你们应当奉持，广令流布，就说让这个经在宣扬下去，你们的功德无量。十诸大众闻说此法，一心欢喜，顶戴奉行。这本经里面有二十个例子，梁皇宝藏
只讲了十七个，还有三个他会提到为什么一些男生他们的会断他们的男根，也提到为什么有的人没有孩子，一生都没有孩子，有的人他又另外一个会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成为孤儿啊，这些你们自己想要知道的就去查这一本经哈。OK， 这本经讲完了啊，他告诉我们回向了，进入道场，同业大众如佛所说，大可不畏。相于今日，我们要起不畏心，不畏什么？不畏这些恶报的心，起慈悲心，成诸佛力，成佛的力量。我们去行菩萨道，我们要想到第一的苦，我们去发菩提心。我们要为今日现在受第一苦的一切众生，现受恶鬼道苦的一切众生，现在在受畜生道苦的一切众生，广济六道，现受苦者，广济六道是除了这三恶道，我们要想到另外那个三善道的，全部在受苦者，一心一意为他们离场，令这个众生悉得解脱。我等若不群行方便，转化为福者，这于一义地狱皆有罪分。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知道了，我们还不去修行啊，转这个化害为福，那我们呢，在每一个地的地狱里面，你都有份在里面哦，皆有罪分啊。向于自心，当念父母师长、亲戚眷属，未来应受苦报。我们想我们的亲人未来应受，有可能会受到这样的苦报。一念自身，我们自己未来现在方应此苦，未来还是现在也会受这些苦。我们就一通切五体投地，自诚恳切，苦到用心，愿令一念感时方佛。我们这一念忏悔、惭愧、忏悔的心，感动时方佛。一拜一个佛号，断除无量众苦。若六道中已受苦者，以佛力、法力显示力，这个佛力、法力显示的就是佛法身的力，令此众生即蒙解脱。若六道中未受苦者，还没有受苦的，但是已经做了这些恶业的，以佛力、法力显示力，令这个众生永得断除。那就是因为我们拜忏的功德，从今日起毕竟不复堕于恶道，除三障业，随念往生。哇，你要去哪里就去哪里，随你的念，灭五部位，自在解脱，群修道业，不修不息，妙行庄严，过法云地。这个法云地就是十地菩萨最后一地的十地菩萨，你修到去了十地，过了这个法云地，你就入金刚性。谁的心是金刚心呢？就是佛的心是金刚心，不会坏的啊，就成等正觉了啊。今日道场接下来的，他就引用这个《杂藏经》来告诉我们果报了啊。这个比较短啊。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用心摄耳谛听，善思念之《杂藏经》说，这个《杂藏经》里面他所引用的例子，就是以目犍连。目犍连他很喜欢用他的神通力去跟鬼讲话，他去问鬼，他看到那个鬼这样子，他就去问鬼了哈。有一鬼跟目犍连说，我的身体两个肩膀有眼睛的，胸口里面有口和鼻子，但是我没有头哦，为什么会这样呢？目犍连，这个叫做无头鬼的报。目犍连答，你前世的时候做那个鬼怪弟子，你有没有以前看戏那个砍人头的啊？虽然不是，它是一种职业啦，但是它真的是砍了咯。罗刹人时，你时常以绳子绑住他的颈项，绑住他的手，拉住他，你是因缘故受此罪，此是华报。在经典里面，这个华呢是跟花的意思是一样的。你看我们果报，我们讲果报，一个果它要开花才能够结果嘛。这个华报就是花的报，就是暂时给你收一点点罢了，你的果还没有真正的出来，所以我们叫花报啊，就是暂时收一点点罪罢了哈。这个是花报哦，你的果在哪里呢？你这果还在地狱哦，你受了这个报哦，啊，你还要下地狱的哦。还有一个鬼跟目犍连说，我这个身形啊，好像一块肉这样的，
没有手，没有脚，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鼻子，然后一直给那个虫和鸟 来吃，来做来吃，很是苦痛。为什么呢？佛目犍连告诉他，你前世的时候帮人家堕胎，那个 baby 眼、手脚、眼、耳、鼻全部都还没有长出来，你就杀掉他，所以你出来你就好像那块肉这样了。令诸众生命不全活，以是因缘故获十罪。这个只是花报哦，你还要再受苦的哦，还要下地狱哦，因为他现在是在鬼道嘛，掉了鬼道，还要下地狱。还有一个鬼跟目犍连说，我的腹部很大，那阴楼阴喉好像针这样，从年住岁不得饮食。为什么呢？目犍连说，你前世时做聚落主，做聚落主就是一个地方的、很有钱的人，自持豪贵、仗着自己 很有钱很豪贵的，饮酒纵横、一直饮酒，轻欺他人，又欺负别人，堕其饮食，抢别人的饮食，让他饥困一切，以是因缘故获十罪。这也是花报哦，你的果在地狱、复有一鬼白目连言，我一生来有两铁热的铁轮在我的两翼下，这个翼就是我们的这个格底哈。那你想，那有两个很热的铁轮就在这边了，烧到你啊，很烂呐、烧到烂烂。为什么呢？前世时啊，一众做饼，跟你一起，大家一起在做饼啊，偷了两块夹在翼下，哈，也不可以，以是因缘故获十罪，这是花报果在地狱。还有一个鬼啊，问目连说，我常常以东西遮盖住我的头，怕人家来杀我，心里很怕。为什么呢？目犍连说，你以前世时啊，淫犯外色啊，有小三，常为人见，去跟别人的妻子有染，又怕人家见到吗？当然啦、偷偷摸摸怕人家见，或为夫主作夫打煞啊，去搞叫人家的妻子，当然怕人家丈夫来打嘛啊，常怀恐怖，很怕，故获十罪，这只是花报哦，犯这个邪淫果在地狱。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今所说啊，这个业。因缘果报，我们不人人生大部位吗？向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因作如是无量罪恶，如是等罪，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慈悲心，以强欺弱，伤害众生，乃至去偷别人的东西，迷惑世道，自己迷惑，乱乱做，不走正道，财胖嫌善啊！不要讲那些有德行很好的人的话，做种种罪，如是罪报，于恶道中必受其苦。我们要礼佛忏悔啊！今日自心等一通切，五体投地，普为六道已经受苦的，现在造了业，将来要受苦的，我们带他们求哀忏悔，也为我们的父母师长一切眷属求哀礼忏，也为我们自身求哀礼忏，以作之罪。厌弃除灭，未作之罪不敢复作，唯愿世尊大慈悲护。好，我们就分享到现在，谢谢大家。我们呢，讲了那些果报过后啊，然后我们要接下来，他又是叫我们皈依三宝的哈，又复皈依，又复依是再皈依。如是十方尽悉空见一切三宝，愿以大慈大悲救护六道现在受苦当受苦一切众生，令这些众生记得解脱，以神通力菩萨的神通感应断除恶道，去地狱业，令诸众生从今日起至于道场，毕竟不复堕于恶道。我们要解冤释界了哈，舍苦报身得金刚身啊，苦报，我们这一个报身是很苦的，舍掉这个报身，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佛的身，金刚身，四等六度啊，四等慈悲喜舍六度，常得现前，就是说我们时常持着这个四无量心和这个六度啊，时常要意念着，四
变六通，四变呢、啊、就是四无碍变，刚才老师有提到的四无碍变，就是我们成了佛之后，证悟了之后，我们有这个四种啊功德。四无碍变就是法说无碍、持说无碍、意说无碍、乐说无碍，就是我们对一切佛的法我们都可以说出来，都没有障碍，然后他的法的意思我们都可以明白，然后持说无碍就是你可以用一切的语言啊，不同的众生需要听的语言你都能够用它说得很明白。乐说无碍就是说我们在说的时候，你在说的时候众生听了都很欢喜，都很快乐，都很开心，都能够得度、啊、我们希望我们有这个四遍六通如意自在，用门精进不休不息，乃至进修满十地行还十地。我们从这个梁欢宝忏呢，从第一卷到第十卷，我们念完，我们就证得了十地菩萨。第一哈欢喜地，第二离垢地，第三宴会地，第四啊第三第一那个欢喜地，然后第二离垢地，第三发光地，发光了哈，第四宴会地，第五很难得难胜地，第六你就现前了，第七你就演行，你去到第八地的时候你已经是八地菩萨，就不动地了，第九的时候就那个善慧地，你的智慧已经是非常好了，第十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法云地、哦、我们修满这个十地就度脱，可以度脱一切众生。这个到现在为止这个第三卷讲完了哈，我们再谈一谈他的赞。每一个每一卷的梁欢里面，除了前面的供养赞，后面还有一个我们叫做总瓜赞的啊。我们赞我们刚才所之前所念的一切哈、啊。闻熏过久，我们熏就是我们听了，然后那种业种我们所造的那个业，那些过错一直一直在重复不断的、哦、这个业种。果报随行、啊、果报跟着我们所造的业，随着我们去哪里都是果报都跟着的。舍身应受暂无停，我们舍了这个报身，不要以为舍了这个身就没有没事、啊、没有事哦，你应该受的果报它不会停的。善恶自甘成的、啊、你造的善业恶业它自然的会显现出来。渺渺冥冥三世，这个渺渺冥冥的意思说三世这个一直在轮回里面、啊、在这个业海中、啊、没有停顿的、啊、很远很远暗暗的，我们看不到前景，我们期望佛放光明让我们得度、啊、你看这个就是第三地的这个发光地菩萨摩诃萨。在这个初忏里面、啊、入忏和初忏一样有讲五个功德的，我们在入忏初忏都会赞称赞佛的功德，我们一直称赞佛的功德。我们之前内容里面有一个那个赞佛的句，也是让我们一直提醒我们，我们要对佛有信心，佛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哈。这边他用这个灯和叶来比喻三宝，来指引照亮我们这些众生啊。你看佛身相好，巍巍恍若紫金山。佛的身很大很大很大，好像很光明的一个紫金山，法海澄清、啊、佛的那些法、啊、我们当作很多很多的法，就好像海这样，我们就当作是很多很多那些法呢，都很清净的、啊、皎皎犹如银汉夜，我们的银河里面那个月亮、啊、假如十五的时候很亮很亮的、啊、菩萨圣贤应供于人天间天上，那个菩萨圣贤，圣贤你看十地菩萨我们叫圣人，十住十行十回向的菩萨我们叫贤人，所以菩萨圣贤就是十地的那个从十住十行十住十行十行十回向十地这几个阶位里面的这些菩萨，我们有分成贤人和圣人，他们应供于人间天上。这菩萨呢在天上嘛，菩萨
比天人还要高一等的，所以呢，天人和我们这些人间的人都会去供养他们，所以他们应该受到供养的。比支罗汉啊，比支佛就是修十二因缘证悟的啊，得到的果位叫做比支佛。罗汉我们知道修这个四圣地小乘的，证的最高的果位是罗汉。说法向此世界他方，就是说佛呢和这些菩萨和这些圣人呢，他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和十方国土在向着我们这些众生说法，三千刹海之明灯，这些佛菩萨都向三千大千世界里面那些这么多的这些佛土里面的一盏明灯，百亿昏居之皓月，就是说很多很多一百亿这么多的那种昏暗的街道的那种很亮的月亮啊，以前的人呢、啊、没有电灯、啊、晚上都是靠月亮嘛。功深莫测，佛菩萨的功德啊，很高深，你很难去测量；德行很厚很厚，你很难去量着。做三界之权衡，就是他在三界里面，作为我们这些众生，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修行里面，让我们这个佛法身，我们以他们作为一个。我们做一个好人的标准、啊、让我们当作是我们的权衡，我们来做它做标准。见三十之佛事，三十你看因为是见三嘛，他用三十之佛事意思说一整天我们来求忏、啊、接下来他说佛的功德，佛菩萨功德赞完了，我们就讲我们这个道场怎么有怎么样庄严，有多么庄严。OK， 我们这个第三卷功课圆满了。三昧行人，三昧意思就是很专心的意思，很定的。我们这些修行人，出入三时就是一整天，早上到傍晚，归命三宝，端秉一心，那个心很专一的，热五分之真相。这个五分之真相，就是我们修得很好，在佛的 level 的时候，我们有得有这五种功德。就是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之见香，就是你得到了戒定慧的功德，你得到了解脱的功德，你也知道你自己已经解脱了的功德。啊，这个香呢是一种无形的香，不像我们点的那种香，是形容是功德的意思。我们热这个点这个有很这五种功德的香，在我们的佛堂里面，善作三春之花蕾。为什么叫三春呢？中国人呢，把春夏秋冬，一个春天有三个月嘛，他们把每一个月分成不同的名字的。第一个月的春天他们叫孟春，中间的叫中春，第三个月的春天叫季春啊。有的人的名字很好的，他们中间会放一个中，人字旁一个中，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整个春天的花我们都拿来供佛。盘城妙供、啊、那个盘里面装着很好的那些食物，这个瓯就是瓶子的意思，瓶子里面我们泡着很香的茶，这个钟和磬啊 一起在打，然后我们的梵音声妙，我们唱着那个梵呗，那唱着那个佛号，唱着这些经文的时候，那个声音很深妙。风经行道是绕佛的意思，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绕佛。而燕墨禅师，燕墨就是静静的在打坐，我们静静的在思考。所作从心，总生回向，就是说我们从心里面在拜着忏。回向什么呢？乐邦无量寿，乐邦无量寿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释迦文就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观音和地藏菩萨，罗汉与声闻，天朝及地府、啊、三界众高僧，那个三界里面很高德行的那些僧人、啊、先生欢喜，每个都升起欢喜心、啊、欢喜念，坚持圣功心，悲心无懈怠，我们这些拔苦的心没有停止的，没有懈怠的，去护护一群僧，为了一切众生我们来拜忏。以知不尽功因，接下来呢他第三个就是要讲我们怎样把我们之前的那些那些恶的法转为转化了，我们转了，我们拜忏了，转为我们很好的功德。那
以致不尽功，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啊，不讲不完的功德，奉为求忏众等。我们做什么呢？我们裂了我们的三毒根、贪嗔痴的根，我们越超过了这个三界的网，好像一个网啊。我们以前看是一个叫网中人的，就说我们这三界的众生还被困在生死里面，所以我们得超越了这个三界的这个网，就是脱离了生死六道轮回。我们发愿，愿什么呢？我们的三业清净，三解脱门而成就。三解脱门呢，就是我们修到了空、无相和无愿，你知道这个一切法都是空的，你就不会着相，你就没有相。你知道一切都是空的，你没有着相，你就没有那个什么妄念，妄念你就发一些念这个念那个。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无作。你知道一切都是空的啊，你没有着相，你就不会去造业啊。另外一种解释就是空、无相和无愿。我们这个三个解脱门，让我们脱离这个六道轮回的生死的，我们都成就了。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三空顿悟啊，我说人空、法空，而且说这人和空、人空、法空、人法都空的第三个空，我们也要空掉，就顿悟啊。三无漏学，这个三无漏学就是界定慧，能够成就三无漏学与宣明，就是我们能够成就我们的界定慧，永脱三途之报，离开永远脱离堕落在这个三恶道的果报，长生三宝之家，就是我们要时常投身在有学佛的家庭啊，去到的地方都有机会让我们学佛的。三空顿悟于色心，我们这个色身，我们要顿悟这个三空。三障全该已解脱，这个烦恼障、业障和报障全部解脱了。三期果满，哇，修到三大阿僧祇劫，我们得到了那个佛果。三觉公缘啊，我们有上过课的知道，这个三觉就是自觉、觉他和觉行圆满啊，都能够都圆满了。三乘得道之圣贤，就是大乘、小乘、中乘全部成就的这些圣贤。三有同沾于利乐，三有就是三界，就是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的。有什么呢？这个三界里面有生死、有烦恼，什么都有啊。这个三界呢，就是三有呢，就是三界里面的众生呢，全部都得到利乐啊、利益和究竟的快乐。忏文虽演，我们虽然这个忏文我们讲念完了，恳切未成，我们很怕我们还不够诚心，请众千功再求忏悔。我们大家呢，再来不要放弃的，继续努力的求忏悔。这个梁王忏三减功德力，厌灭我们这些信人，就是我们这些信众或者是王者的三毒罪，贪嗔痴这三毒罪，清正菩提发光地，去到第三地那个佛地啊，菩萨地，就是我们忏文举出，我们所念的忏文一念了，每一减念完了，我们的罪就好像花这样哦飞了，就是灭了我的罪，解了冤，忏灭了罪啊，消灾就真福慧了，脱苦生道力。我们知道道力天是那个欲界里面的十天王天，第二个天，第二个他在须弥山最高的顶那边，就是我们道教所说的天宫住的地方啊，是三十三天的另外一个名字。我们祈求啊，没有祈求到可以成佛了，脱离让这些众生脱离苦，至少去到那个刀立天那边啊。龙华三会愿相逢，这个龙华三会呢，就是将来现在我们是衔接有一千个佛，我们现在衔接才来到第四个佛，就是释迦牟尼佛，接下来的弥勒佛会五十六亿七千万年过后才降世。弥勒佛来只来三次啊，不像释迦牟尼佛说了三百多次的法，弥勒佛只来三次哦啊，记得哦。所以现在很多在修行的人，他们发愿要去斗率天，因为弥勒佛现在在斗率天的内院说这法，
什么人才可以去到内院在弥勒佛身边说法呢？就是你们的五戒十善修得好，你们舍报了之后可以去到，现在去到斗率天的内院，在弥勒佛弥勒菩萨身边听法。当弥勒菩萨下来啊，成佛的时候下来的时候，这些人会跟着下来，然后弥勒佛就授记他们成佛。第二呢，第二次说法呢，就是我们现在听着修着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法啊，但是我们还没有修到可以去斗率天，我们可以得到人生，再得人生。弥勒佛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度我们这些人成佛啊，所以我们确保我们生生世世可以得到人生。等了五十六亿七千万年过后，弥勒佛来的时候，第二会我们可以成佛啊，受记成佛。第三会他来的时候呢，是度什么人呢？度那些哦，知道佛法，但是没有修的，甚至有破坏过、毁谤过佛法的，但是弥勒佛都没有不介意。他第三次来的时候，就是度这些人成佛啊。记得弥勒佛只来三次，第一次来度三十三亿的人，第二次来再度三十亿的人，第三次来再度三十亿的人，总共会度九十九亿的众生。希望我们是其中之一个啊，所以我们叫龙华三会愿相逢。希望我们在龙华三会的时候都可以相逢啊。我们这个三卷已经全周了，我们把这些功德回向四恩，我们时常念的四恩，大概大家知道吧？国土恩、佛恩、众生恩、父母恩，有很多种说法了啊，这个四个都在里面。和三友拜忏，我们这些拜忏的众灯真福慧，唯愿亡灵往西游，这个大家都明白了。好，我们第三卷就分享完了，谢谢大家。